有打电话臭骂他吗？没有。你没关系？没有去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讨厌冲突的人。我没有去。就在路上，比如说遇到人家想要跟他，但是我都不想理，没想理。对，不想理，我都自动的就好像。有别人挑衅他吗？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拉斯维加斯，就是在走嘛，他跟我们两个朋友在走，就外国人就好像看到他们穿的衣服不太对，就骂了一句，他就基本上加速他五倍的走开，这样人家一停呢，我就他讲。像空军一号一样，就有飞弹过来，有自己。其实真正来说，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闹，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已经选择另外一种，就是说你要怎么样，就这样。你是不是 discrimination 呢？那个是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到电梯了，就已经走了。对，感到有危险。所以就是尽量避免冲突起来。对，没必要。我就问他，就说不要干嘛跟疯子计较。你这个决定是对的，这是对的，避开麻烦不好。只是他走路真的很快，到底有多快啊？很快。因为我刚刚被他追手机的时候，我确实有吓到，有压力。我刚刚以为我已经跑掉，就怎么就？上一次遇过走路很快的明星是吴尊吧？哦，对，我们是不是在节目里试过，他可以跟人家在过马路的时候，对，超越他不是跑哦，他是真的竞走，走非常快。而且他有一个表情。什么表情？就是很震惊，好像他现在执行任务之类的。就是没有，那可是真的追很少在。那你现在，你现在走到远方，然后我看我可不可以追得上你？走开。可是走的鞋不走的，我走很快。看我香港速度，他要追你。好，肯定追不上。先生，你东西掉了。先生，你东西掉了。你很追不到哎。你试试看，你有金句底子的人，金句底子，因为他穿那红太长，穿在后面，我觉得他好像去农场。哎，非常快耶！对，非常更快。可是那你们带他出去玩的时候跳舞，他会跳得很疯吗？嗯，还好哎，没有看到他跳那种很夸张的动作，顶多就是一些这种左右什么。所以他那个经典的那一支 MV 里面的舞蹈动作，后来你们有学着跳过吗？他的我没学，那你是学谁的？就是 O R E A R E A O R E A， 这是钟汉良。钟汉良，我们今天要看那个他的经典的 MV 里面的发型，据说是模仿郭富城失败后改造的发型，播给大家看。就让我爱你，你知道我最适合你，让我爱你。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，才知道我对自己残酷。我默默的倒数，最后再把你看清楚，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，慢慢地放逐。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，当你将一缕装得若无其事，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。那我们要跟你讲一件奇特的事情哈。好，你那个眼睛看到那边去，我们的制作人，那个哎，那是 B Two 哈，我们的制作人，好帅啊！他以前拍过 MV 哦，哎，然后跟你留一模一样的发型，是，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轮廓有一点像你？他以前瘦的时候，啊，大眼睛呢都是，对，所以你当时是在模仿陈晓东吧？你有没有被人家说过像陈晓东？没有吗？请问这个发型真的是郭富城的发型变？那个时候很流行这样的发型啊！哎，像风一样的男子，像吧？像风一样的男子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的男生，你就会想说，哎，是在模仿我？也没有，他这个时候已经去了朱孝天的那个。有觉得有差别哦。F4，你比较准确，对吧？对对对，F4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到这。你眼睛好锐利耶！真的有。对，我们可怜的制作人，所以这个潮流。原来你在崇拜朱孝天的时候。
欸，可是当时那个心理游戏那个超红，欸，很红。所以你本来真的是要留你同学建议的郭富城的发型，后来就大家都在留这个发型。那你后来干嘛不继续留那个长发？好热啊，嗯，太热。可是我刚刚有，因为我有点忘记你以前跳舞的姿势，刚刚看到，我都忘了，真的。刚刚看到他跳舞，你心里有没有滴两滴汗？我说有点受不了。这不是你舞蹈，就是不是那利落的排舞，漂亮的 pose 的那种。对，而且有几个 pose 是你刚刚有。有，就是噔噔噔噔噔。算是也其实有那个味道，就是比较柔性的一些小旋转那种。有，嗯。那个是不是编排的吧？是你自己的想象？不是，是编排的。因为他那个拍子都好像这样软啪啪的这样，然后其实我有投诉过好几次，我跟唱片公司说，哎，这个男孩老叫我叫人软绵绵的，好像扭屁股那种姿势，我有点抗拒，可不可以来点 man 一点，对啊，力气啊，可能郭富城那样啪啪这样啊，强劲一点，因为你都是一直这样，你都一直这样子啊，因为他这个音乐又很那个，啪啪啪啪的这样，啪啪啪啪，所以他一定要叮叮叮，就这个感觉。你像看郭富城看到的时候笑得多惨啊！有吗？就是他们那种叭叭的人进来说，哎，你在干嘛？